哇，这一堆玩具身上怎么全是红色的颜料啊？让我们猜一下都有什么玩具吧。先把这些玩具收集在篮子里面。鳄鱼、火车、翻斗车、救护车、赛车校车、巴士、玩具锤子。这个什么车呢？哇，又一个大鳄鱼啊！双层公交车、坦克、巴士、火车、油罐车、搅拌车、拖拉机、F1 赛车。下面我们把玩具全部清洗一下吧，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玩具。开始清洗了。双层公交车、托马斯火车、拖拉机、油罐车、巴士、赛车、鳄鱼、校车、翻斗车、雷神之锤、坦克、
垃圾清运车。搅拌车。哇，又是一条鳄鱼。救护车。旅行车。红色的赛车。巴士。火车。喜欢我们的玩具车视频，请点赞关注。下个玩具视频见。